马上要到中秋节了，很多的哥哥姐姐开始备货了。这个就是刚刚上岸的鲳鱼，这是纯野生的啊。今天晚上呢，在直播间，咱们捞一下，马上直播，在直播间给你们做一下。哥姐们，看到我哥，主编，大赤背，大赤背呀，这是大肉啊。我饿呀。你大赤背用这个来刺身呢？蛋酥特别好吃。哎，大嘴呀！这小孩子黑点。我干一个，看一看。来喽，大海螺，我姐呢？又在偷吃。大华，姐，你看我弟弟对你多好。苦干和干啊，斩钓，又不是干，长得比我都肥。香，香，更香。